车上一车同学安小宝，我们在讲的是进入考试进入的一个特大成分的比例，那我们讲到是一个考试的比例，就是没事这个来讲的话呢，它的特定出现来解释所有人做人生阶段的一切的现象。所以这三项来讲的话，就是一八十项、电技术的指向，还有原则指向。以一八十项为中心，所以呢，一八十项那么在我们的第177页里边，何者一八十项呢？它有三个特性，也就是我们这里再加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因缘，它的一八起相的因缘就是奥赖也是我们种子的因缘。第二个呢，它的自信是分别虚妄分别所摄，虚妄分别所摄，也就是在178页的吧。它的自信呢是虚妄分别所摄，它的特性自己，并且是以乱世为自己。万事为自己，我们都是虚妄分别。我们的分别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虚妄的成分在啊？为什么有虚妄的成分在？因为我们的这个第七意识的那个莫那识就是杂染的，所以呢，往往都是一种虚妄分别，所以乱世为自己。第三个呢，它的别相就是由二眼识的这种功能所陷阱，以妄世为自己的注视。所以我们的八识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妄识的？所以我们别相上面也就是它是这个妄识。妄识。第二个它的自信呢，它是乱世。第一个呢，它的因缘呢，是这些所有一切的种子。但这些种子种下去呢，是不是也都是杂染的？因为还是要经过第七的杂染才进去。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它是不圆满的。那何谓圆满？是不是就要怎样？要能够到圆成实相才圆满。好，那我们再稍微翻到这个第182页哈，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有这三个特质，这样理解吧？有他因缘上的特质是奥赖耶识的种子，他的自信是分虚妄分别为自信的这种乱世那他的别相也就是这个妄世八识里头其实都是妄识。好，那第182页呢，这里说此中何者遍计所执相，有没有？位于无意唯有事中呢，四意显现，有没有看到？它是四意显现而已它本身说实在是无意的，无意而为事，无意为事当中四事显现。为什么无意？因为它外在是虚妄的嘛，对不对？所现出来的相是不是无常的？无常的相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去执着它是没有意义的意思。我们执着任何的现象，我们执着得来吗？是不是执着不来啊？因为我们掌握不了因缘的和合跟离散的过程，因为因缘离和合离散的过程是不是大自然的那种大自然的规律叫做真理法则，这样理解吗？所以这里讲的遍计所执相，就是它应该是无意的，无意而有事，有为事而现出无意义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会去执它？因为我们认为它还是有意义，所以呢，目前还是一种四意的显象。尤其是我们凡夫，必然是一种四意的显象。什么时候才会无意的显象啊？显现超凡入圣、涅槃，证得涅槃的当下是无意的显示。一旦无意的显示，是不是就看到了圆成实相了？看懂吗？所以呢，183页，此中
何者圆成实相？有没有看到？啊，为给予彼依他起相，由四意相永无有性啊。也就是那个四意相都消失了，四意相消失了才会呈现出无意来啊。这样理解吧？无意是不是才是圆成实相？啊，所以我们要从四意要达于什么无意，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不是要从无意才能够达于圆成实相？这样懂吧？去遣除什么四意，它其实是遣除四意，让这些四意是不是就没有了？永无有性，永无有性的意思，它消失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比较停顿在这里啊？当然如果没有学佛，我们会以为有意，学佛尤其理解为是，把这个有意降为四意，这样理解吧，是不是比较降一些啊？本来我们会觉得哦，这个外在的一切是有意义的，比来比去是不是都是一直在比外面的啊，比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健康，比我们的财富够不够，我们的家眷足不足，对不对啊？开的是什么车，住的什么房子，对不对？会觉得以为那些这些是有意义的。当我们学佛之后，尤其到唯识到这个中观来讲，讲的都是甚深的什么因缘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哎，这些现象是不是那个意义已经慢慢在降？因为所有一切是不是都离不了成住坏空、生住意灭、生老病死啊？确实，我们这社会也不是马上就能放，所以它不过只是一种四意的显现，这样理解吗？哦，从四意当中还要达于无意，才会来到这边，这样有没有搞清楚？哦，那当然我们这里解释会最多，那这个就是这边的运用。哦，所以这个依他起相呢，就会有所谓的十一事，不止八事了，八事规矩颂用八事，对不对？唯识三十颂也用八事啊，但是呢我们摄大圣论用十一事，用十一事啊，总共有一二三四一直到这个十一，有十一事。所以这里是不是解释的最清楚？那这里要解释这么清楚，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理解我们所追求的这些外在的现象，不过只是四意到怎样无意，这样懂吧？圆成时才会现前，哦，圆成时才会现前，哦，所以呢，依他起，它里头也有这三个意义。这样分得出来哈。好，所以我们好，依他起相的解释是不是最多的？177页到182页只是解释什么片计所值嘛，它不过只是一种四意显现啊。第183页就是圆成实相，就是要让这四意相永无有性，让它消除了，遣除了，那圆成实相现前啊。好，那我们回到第177页。好，依他起相是不是具有三个意义啊？好，他的因缘、他的自信、他的别相。好，好，那再仔细的讲，此复云何啊？为生者、受者是哈，受者是彼所受事啊，彼所能事啊，彼所受事，彼能受事，事是数事、处事、言说事、自他差别事、善恶善去、恶去、死生事，它总共有十一个事啊，总共有十一个事哦，啊，总共有十一个事哈。啊，好，那么在讲这十一个事哈，第179页有没有先解释诸事？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学总是说什么？
八识，所以我们最熟悉的是不是就是八识啊？哎，但哈，像中边分别论说根尘我识有四种，叫做四识。好，庄严论呢说六种，本论说十一识，所以都有不同的什么切割的方式、分析的方式。好，因为现象是不是比较容易切割跟分析啊？哎，好，所以本论说十一识。好，或多或少开合没有一定。好，那以初期的唯识学就是把万有归纳成几类。好，那这几类摄尽万有啊，摄尽万有哈、哦。所以就像我们说，唯识的基础是从什么白法来啊、哦？也有白法的哈、哦，就是有前面的白法，对不对？然后唯识就是在讲心王心所的这部分嘛，它的重点比较在心王心所啊、哦。好，所以呢，这一切呢，好、哦，所以呢，像唯识哈、哦，它因为它是从现象来讲。所以他唯识会希望把所有宇宙人生间所有一切现象去做很多的分析跟切割。好、哦、所以呢会想要摄尽万有啊。啊、哦、摄尽万有。好、哦、而这些都是识所显示，以识为什么自性，所以会建立出种种的识。所以有八识，也有四识，也有六识啊，我们这里讲十一识啊，十一识。好，那像玄奘大师传的唯识学，就是把万法当中哈人所能够分别能够看到的部分建立唯识，去解释一切哈。那这些也都是透过归纳再去演绎哈，再去做演绎哈。好，那么这诸识可以分成十一识哈。第一个叫做什么？身识。也就是五色根，五色根，五根啊。然后呢，就是生者是跟受者是，生者是跟受者是。那这个生者是来讲的话呢，释经菩萨是说叫做染污莫那，也就是第七意识。第七意识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根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叫做五根，对不对？合起来叫做根身呢、啊，啊，又叫做根身。有时候我们直接讲根身，指的是这五根，对不对？啊，那这五根呢，它是有所依的哈、啊，所以这个身者是也就叫做根身。根身，因为是根身所依的体啊。莫那识是第七意识嘛？啊，这五根呢就依在我们的什么莫那识上头啊？莫那识上头。那当然，这个还有更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意呀、啊？意识啊？但是因为意根哈、啊，因为它是属于五色根，所以它不包含什么这个第六意识啊。但是呢，生者是受者是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包含了，包含不只是它的这个染污莫那，因为染污莫那是不是也是影响着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思考啊？所以生者是，还有呢就是受者是，所有的受者是呢，它是无间灭意，无间灭意啊，也是跟这个所谓的什么第七莫那有关。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莫那它本身、哦、莫那是它等于管着所有的这个六根的意思，因为这六根是不是就依在我们的身、哦、这个第七意识上面、哦、第七意识它有两个意、啊哦、它有两种意、哦、一个叫做什么染污、哦、染莫那，一个叫做无间灭意。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是属于生者是跟什么无间灭意啊。所以呢我们常讲说这个依根缘境起识嘛，对不对啊？依着根缘着外境而起了什么心理的作用的，这个根本身呢其实包含了身识、生者识跟受者识
哦，也等于他把这两个其实包括了七八六七八了，其他甚至包括，因为他虽然重点放在这里，但是这个不会是单独存在的，它必然也有上面的，也有下头的。好，只不过它的重点会放在这里，那它包括了五根跟一根，这里是一根嘛，但是它的一根是不是落在这上头啊？其实它的一根是落在莫那识上头，当然莫那识的下头还有阿赖耶识，对不对？还有阿赖耶识。好，所以这个所谓的一根呢，这个也等于是一根呢。这个等于是五根，再加一根，是不是也是六根啊？也是六根。哦，所以六根里头就是包括了有生识，生者识跟什么受者识。哦，这三个。第四个呢叫做彼所受识，也就是对外境的他接受到的。哦，透过他所接受到的是叫做彼所受识，那这边叫做彼能受识，能，这是所，这个是能，因为它依着根啊，依着根源外境，然后起，它本身是不是能的？啊，能，啊，彼能受识，彼能受识，啊，所以如果以我们的这个根身来讲的话，啊，整个的。一根缘境起识，那么这三者合在一起，是不是才有生命的展现？哦，那其实是包括了五个哈，生识、生者识、受者识、彼所受识跟彼能受识，它是不是还是等于这根境识啊？而我们这里的识，我们画这个是以事为主而已哦，啊，因为我们讲说啊，有身事是因为有身跟耳鼻舌身，然后外在有什么色声香味触，这里是意嘛哈，意根，然后这里有法。好，那六根指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根，六境呢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的境，起的是哈，起是是心里的，其实我们在这里几乎比较用这个的机会最多，对不对？好，那其实这里面是不是也包含了这三者啊？这个是境嘛，这个部分包括了根跟识，所以它的这个根还会更深的到意，啊，因为它这个意根，它的意根是放在第六根啊，第七根、第八上头啊，意根，对不对？哦，五根加一根啊，那这个一根是放在染莫那跟无间灭意上面。好，哦，那之外呢有世事，世呢属于空间哈，等于是那个空间时间的流转啊，三世的流转的世，还有数字哦，数字的，还有处所的，还有言说事。这几个都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不断的在表达，啊，然后呢，自他差别是，自他的差别，尤其个性上面的差别，最大的来源是不是还是来自于第七意识啊？最后的善去恶去的生死事是什么？第八，这样有没有看到？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归类，是不是还是会归到我们的八识里面来啊？好，也等于我们去把它归出这，还是归到八个里面啊。所以，比方我们在学，
在深入佛法的时候，常常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会把它归到一个比较完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系统来，这样理解吧哈。先这样子看哈。好，那么在180页哈，第180页的第二生者是，也就是他生根啊，生根所依的，就依在哪里啊？莫那啊，或者叫奥陀那，奥陀那是。其实奥陀那是也跟第八依是有关系，跟第七、第八是有关系的哈。第三呢，受者是，是因为他是无间灭意，是六世升起所依的无间灭意，有没有啊？所以那个第七，他本身是不是没有间断的？好，它是没有间断的，那也就本论所说的二种义，二种义就是第二跟第三。第四呢，彼所受是，就是所取的六尘，也就是六境。彼所受是有没有？好，那彼能受是呢，就是能取的六世，能取的六世。世事呢是相续不断的时间，跟三世的流转有关系。啊，跟三世的流转有关系。数世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种种的数目啊。第八呢，处世是友情的什么住处啊？我们对地方的感、空间的一个感觉啊。那言说世呢，就是依着见闻觉知而起的什么语言啊？第十呢，是自他差别世，是友情。众生之间是不是都各个有差别的，各自的差别，各自的差别最大的一个来源来自于什么？第七，第七意识啊，我们那个很深沉的个性习性是不是也来自第七啊？啊，第十一呢，就是善趣恶趣的生死事啊，因为在善趣恶趣当中生死流转的事，那其实也在什么？第八啊，所以宇宙间有种种差别的这些相状，就把它归纳成十一。那这十一都是以事为自性而明了显现，所以说一切都叫做事。这样能不能分出这十一种事啊？啊，虽然诶，我们从八事已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又跑出一个十一事，所以十一事是不是要再把它归回八事去？这样懂吗？哦，再把它归回去八十，哦，好，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第177页的本文，对不对？哦，也就是这个依他起相有这十一种事，它有三个意义，对不对？但是分了十一种事，哦。好，那第三行呢，说此中若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是是数是，处是言说是，此由名言熏习种子。若自他差别是呢，此由什么我见习熏习种子。若善恶啊，善去恶去死生是呢，是有之熏习种子。那这三种种子是不是又有点熟悉了啊？跟前面的什么，我们的种子是不是分了也名言种子跟业种子，有没有？名言种子里头是不是有二取，有二取的习气啊？所以前面呢，所以它这个是不是前后都有关系？以种子来讲的话，分了两种，一个叫名言嘛，一个叫业的业种子。名言种子也等于它是等流行的，它是属于什么易熟型的。那这个等流里头有二取习气，一个叫做能取，一个是能取，一个叫做什么索取。
好，那这个能取其实就是我执，这是不是就是法执啊？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法执。好，那这个叫做有执，有执习气就会产生出什么易熟的果报。我们前面也讲说这个是亲因缘哦，这边是不是亲因缘？听经闻法是不是从名言种子下手，并且名言种子里头还要去怎样，是不是在对峙我们的我执啊？名言种子是让我们去认识对法的认识，但是我们还有执着的成分，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慢慢的去厘清它，去放下它？这些有这些执，有所执才会有所取嘛。哦，一旦有取的话呢，恶的种子会多啊。所以我们说这里这个叫做亲因缘，这里叫做什么助缘，有没有？这种一手有知是在十二因缘法里的流转啊，我们每个生命是不是都在十二因缘法里头的流转啊？从爱取，因为我们有所取是不是就会有啊，爱取有，然后就生老死嘛，对不对啊？所以会不断的怎样流转，所以这个叫做助缘，这个叫做什么动力因，有没有？这个是叫做直料因，记得吗？这个有尽，这个无尽，这个可以用尽，这个可以受尽的，这个呢是无尽的，要透过转依的方式，有没有？转依，这边是可以转依的，解脱到它是可以跳出什么有知啊，有没有？他是不是从爱取那边去切断之后，他后面就跟着就断了，所以他这个反而是有尽的，这个是无尽的。那这个呢是要透过转移，何谓转移？就是要转迷起悟，转染成净啊，要转恶为善，那个都是转移。那这种转移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地方啊，迷与悟的关键嘛？这里是不是染跟净的关键啊？这里记录的是不是善恶的关键？关键当然在这里了哈，但是记录会记录在这里，它的种子越迷，它是不是就会恶的机会越多？越悟它的善越多，越迷的话它是不是越染？越悟的话会越净。那这些是不是都要透过名言种子啊？我们听经闻法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做这样的事儿，叫做转移，它是亲因缘哦，它是很重要的亲因缘。好，所以前面的这几世从第一一直到第九都叫做名言种子熏习，这个都是名言种子，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里名言种子，这里叫做什么？叫做我执。这个是我们我执的来源啊，自私自利的来源。哦，这个叫做有执。因为我们的生死流转啊，生死的流转，所以会分成这三大类，会不会分？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熏习名言种子，熏习善的多么重要，尤其我们要熏习的是什么真理法则，它是不是叫做法界等流种啊？法界等流种的量最多，而且最清净，没有任何的人我是非，是不是都在讲真理法则啊？都是去设法理解佛陀教我们的真理法则因缘法。哦，它是亲因缘啊，哦，而且它是执料，就是要有好的执料，要有善的执料，
这边如何 有善的动力或恶的动力，是不是有从这边来啊？那这个能取本身几乎都是恶，只有这里 法的部分有机会善，叫做法界等流。因为我执本身是不是都是自私的、啊、所以他这里有这三大类、啊、始终有没有从生生者一直到言说事，此由什么名言熏习种子，它是属于名言熏习的种子。若自他差别是我见，也就是我取、啊、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我执，我见是不是透过我执而来的，自以为是的这个部分呢、啊、善去恶去死生事，不是生死事、啊、死生事是有知熏习种子，这样有没有分出来？这样套得起来吗？那这些呢，其实来自于我们的第75页、88页跟89页了。75页就已经讲了。75页。好，在75页这一段里头，就是在讲这个。而且唯识30颂我也常讲说、啊、说他也有一个偈颂、啊、说由诸业习气二取习气聚，有没有、啊、业习气再加上二取习气，二取习气其实就是名言，名言熏习，名言熏习有二取，是什么？能取跟所取、啊、能取跟所取，所以它合起来总共三种，有没有？它是不是总共三种？也就是所谓的，这里也叫做名言了哈。这比较狭义的名言，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法了，法执啊，法执、我执跟有执。当然，这里叫法执，也不一定完全执，就等于说我们。听法之后，听闻佛法是不是在针对法执啊？也其实也在对我们的我执，希望能够有所改善。这些是不是都要透过名言种子来的？但是我们又在整个大的循环里面呢，是不是又在整个大的循环叫做有知，叫做有知，而形成出我们的业果啊？所以这里这个部分。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法执的这个部分嘛、啊、也就是所谓的名言，这个叫名言种子，名言熏习了。前面的九类都属于名言熏习种子，这个叫做我执的，我见的，我见熏习种子，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就叫有执熏习种子啊？这样看出来没？哦，他这里就叫做名言熏习，他这里是用我见哈、哦，他是不是也三大类？这里也是分成三大类。哦，所以有时候读这样一串的东西哈、哦，一定要把它再归类回来，我们才能够，嘿，才不会不散散，这样会不散散吗？当然这个好也是要熏了很多遍，我也才逐渐清楚，说实在呵呵，就是我们的种子大概有两大类了。我们现在说话的思考的是不是几乎都是名言啊？自以为是的部分呢跟名言很有关系、啊、一切都以我为参那个什么那个为中心，它都比较属于名言。但是我们还有个业种子，就是它是属于在十二因缘里头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的因，它是一个推动的。因为我们在十二因缘法的流转，是不是也都是不由自主的、啊？
对不对？从无名行事，是不是就这样一路，然后就不断的循环？所以它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因，叫做助缘，它是一种推动的力量。但是它推动的是什么呢？质料在这里，质料在这里。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分了善恶？它的这个意熟啊，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善恶。那其实名言种子里头是不是也有善恶啊？它属于善的就跑到业的，就跑到善业里头去，恶的是不是就跑到恶业里头去啊？啊，比方我们在这里听经闻法、啊、这个都是善的哦，善的名言嘛，善的名言它是不是也跑到这里，它就会去推动，诶，我们往善处去嘛。这个是不是善处？善去恶去，死生事。因为他这里做了记录啊，这里是不是做记录啊？当然因会 生在这里，但是记录会记录在这里。我们起心动念好像 起心动念好像觉得没什么感觉，但是不要小看哦，因为它会记录在这里，它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去，生到哪里去，对不对？啊，并且呢，这个叫做我见或者我执，是从这里来，因为在名言当中有能取跟所取，能取的就是我执嘛，所取的是不是就是法执啊？当我们要从执要慢慢转口，转透过性空放下我执，是不是透过性空来放下我法二执啊？透过性空就有机会转化。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透过依他起来转化。所以这个的结构是很重要的，要有这个的架构才会去分这个东西，这样懂吗？哦，因为我们前面75页、88页、89页已经讲了这个，哎，所以我们说听经闻法，不管懂与不懂，都是善的。那它属于法界等流种啊，清净的是善的，要让这里的善的比例增高，那最好的就是听经闻法，就是念佛也是啊，这样懂吗？哦，所以不管懂与不懂，是我们都是起了善心善念来啊。哦，常说听懂修慧，听不懂修定，并且也修了戒啊，因为在这里不会犯戒啊，对不对？我们也修了定啊，这定本身是不是也是善业啊？还是善业的。所以名言种子很重要的，尤其听经闻法真的是大量的善业，因为这个善业是从这边制造过来的，归类过来在这边动力因在这里哦，这里不过只是质料，诶，你要有质料它才会变动力，诶，它自动会归类归到这边。这里不是说跟善恶有没关的，名言本身是不是就有善恶啊？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个要不断的要能够讲的是善的语言很重要。我们如何能够有善的语言？是我们的意业要善的，我们的语业才会善，身业才会善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意业是恶的话呢，一直都在黑社会里头，那出口出来的是不是都不是善的语言哦？要么就要打，要杀，要骂，要怎样的？是不是要把谁？砍了要把谁怎样，那个是不是都是恶的、啊、所以我们也讲嘛，那个电视剧如果我都是勾心斗角的，也是我很多名言都进去了，那个是不划算的，那个要少看，懂了就好，对不对？理解就好，不然那个也是大量的那个名言种子，欸，电视剧以后每天都在熏，晚上八点档啊，不如看早上八点档，对吧？我们这个叫早上八点档，晚上八点档连续剧，哦，也是一集一集都一直想看下去，但是那里面总是哦，属于世俗的啊的，所谓世俗的那种流转当中啊，也是啊，
它也是等流能取的部分强烈。哦，所以这个部分几乎这个是恶，这里有机会善，这边有机会善，那这个有知也是啊，就看这里面善多，这边有知就善多，这边恶多的话有知它就恶多，因为它的质料从这边来，这样理解吗？哦，所以呢我们的这种名言种子其实都在前面九类，前面九类，这个才叫做我见的我执的熏习种子，这个叫做什么有知的，所以最后这第十一才是有知的，第十是什么我执熏习我见熏习，前面叫做什么名言熏习，所以名言熏习的机会是最多的，是不是最多的？哦，而且因为前面名言熏习多，如果是佛法多，我执的成分是不是就应该会降低啊？如果完全没佛法，我执的成分就会升高。哦，不止我执的成分升高，我们的法执也会跟着高。这样理解吗？所以恶的就会多，恶的多呢，有知是不是就往业的种子恶就恶业就会多？好，所以这个都是依他起的部分哦。这是不是在讲依他起相啊？好，好。那么177页哈，由此诸事一切界去杂染所设依他起相啊，分虚妄分别皆得显现呢、啊，也是因为有此的十一事，是不是总共十一事啊？以设大圣论来讲的话，是把它分成十一事，所有的一切界去杂染所设的依他起相。它是虚妄分别皆得显现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谓依他起、啊、它的最大的一个专长就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虚妄分别这些啊？哎，只不过我们希望从、啊、这个遍计所执的有意变得怎样四意，将来希望能够变到无意啊，能够变到无意，因为我们对名言的这部分太多，而且我们也很容易去执取它。好、啊，所以这个虚妄分别，那么我们可能要回到第178页哈、啊，这里有个附论呢、啊，依他跟遍计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也就是啊，在第二段哈、啊，附论里面第二段说，依他跟遍计其实都可以称为虚妄分别，也都可以称为虚妄分别哦。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但是它的定义还是有所不同哈、啊，因为依他起是视为自性。啊，所谓的依他起是以视。啊，因为我们的事本身是不是才有分别的能力啊？尤其是第六跟第七，啊，为自性。那么事升起的时候会显现出种种的颠倒原相。我们因为透过虚妄分别，所以会起了很多的什么这个原相。我们缘着外相嘛。依着根缘着外境，有没有？是不是缘着外境？所以叫做缘相，确实我们是一种颠倒缘相。想看懂没？为什么叫颠倒缘相？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真理的现象，其实我们都是一种颠倒相。为什么叫颠倒相？因为无常即常，无我即我啊。我们如果没学佛，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无常相，我们都以为看到的现象都是恒常不变的，是不是学佛之后才会发现说啊，原来这些相都会变？我们本来也会知道变，只是我们常常拒绝变，
我们也不是说不知道变，但是我们会拒绝变，尤其当我们的至亲好友的过世，我们痛苦伤心难过，是不是就是一种拒绝啊？而如果我们学佛之后，是我们就要去坦然接受啊。哦，所以我常讲说，我个人啊、哦，曾经我父亲过世，我二姐跟着过世，哦，那种尤其在一年内啊、哦，我觉得我几乎走不出来那种悲伤。后来还是因为有佛法，我才释怀，我才接受。所以我们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这部分，是不是会让我们痛苦、悲伤啊？而且是不容易走出来的，哦，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帮助，哦，去协助，哦，也曾经，哦，碰过居士，哦，比方他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杀了，哦，这样子的，正好是我们所认识的，哇，那个他的那种父母的悲伤，他简直实在走不出来。我们只是一个助缘去帮助他，但是他自己如果那个觉醒不过来，一直走不出来。除非自己要怎样，要能够觉醒起来，这种觉醒是不是还是对佛法的体会跟接受啊，才觉醒的过来哦。我们助缘也只能说去帮助他，帮助他，但是他醒不醒，是不是他自己的事情啊？还是他自己的事情啊？还是他自己的事哦。所以我们说，我们其实我们生的叫做颠倒缘相，这样理解吗？是因为我们拒绝，我们不要有以为说我们哎也知道无常啊，但是真的碰到自己的至亲碰到啊遇到无常的时候，我们到底接受多少？那个才真的是考验呢。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理论上我明明知道，但是实际上我又做不到，对不对？很多啊。哦，所以那叫做颠倒缘相。所以我们现在所现出来的是不是就叫颠倒原相啊？因为我们没有见到真理的现象啊。哦，因为真理的现象才是什么？诸法实相，诸法空相嘛，对不对？诸法实际的现象，而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啊所自以为是的现象，所以我们各现各的相，各唱各的调，各说各的故事啊，都有个别的差异性。为什么？因为第十个叫做自他差别识嘛，对不对？我们的第七意识本身就是有不同的染着，会影响我们的虚妄分别啊。哦，好，所以呢，这个依他哈、哦，在倒数第三178页的哈、哦、倒数第三行说，依他其实能现起虚妄的分别。分别的本身也是虚妄啊，那至于片寂相呢，它是分别所起的虚妄相。所以我们可以说虚妄分别合起来，既是依他也是片寂，是因为分别的本身比较是什么？比较在于这个依他起啊，就是说分别的本身比较是依他起，而片寂所执的相是属于什么？虚妄的，叫做虚妄相，虚妄啊。所以在第179页第一行也讲到哈，虚妄是片寂性，分别是依他性，有没有看到？我们分别本身是一种哈，就是依他起相哈，是透过分别，透过事来分别，尤其是第六、第七世，那么所现出来的片寂呢，它是虚妄的相，是色身香味触法的相。好，那么在第三行导师这里讲说，我认为依他片寂的本意呢啊，所谓的依他就是事有的心，叫做分别。那么片寂是什么？无实的境，叫做虚妄。这样有没有稍微分啊？所谓的依他是属于心境，心啊，那个片寂是境，心跟什么境是不一样的。心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分别的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境是不是外在的现象啊？
那这个外在的现象呢是什么？是啊，是虚妄的，是虚妄的。所以这两者来讲的话，好像可以去做分别，但是它又融然一体啊。那这两者是从依他看到片寂，从片寂要看到依他。哦，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分别，从第六、第七出来的分别，看到的是前五世所缘出来的什么？前六世了哈，前六世所缘出来的虚妄相，虚妄相。那又因为有这些虚妄的相，是不是又影响着我们的分别啊？对吧？因为种子会起现行，现行是不是又回熏种子？虚妄的相是不是又引起，又会影响着我们的分别心啊？如果我们很在意执着外相的话，那我们那个分别心的那个恶念是不是就会多啊？好，所以呢，它是具有具无而不能相离。以凡夫来说，啊，以凡夫来说，它是具有，就是说，要么就一起有，要么就一起没，它不是不能分离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做很明确的切割，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所谓的分啊，依他起，在于什么分别的心事，而片寂所执相会比较所现出来的什么虚妄的相境。哦，虚妄的境，所以一个是属于心事，一个是属于什么境界，这样理解吗？这两者说实在是很难分离的，是不是相依相成的啊？在因缘法来讲的话，它也是融然一体的，其实也是融然一体啊。所以我们透过依他起，会让我们的这个片寂所执是不是要慢慢降低啊？那依他片寂所执慢慢降低，我们的依他起是不是越来越客观？哦，越自以为是，是不是就越主观啊？越自以为是，就以为哦，外相是有意义的嘛，对不对？哦，越是有意义，是我们的执着就越深，这样理解吗？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外在不的意义不大，它不过只是示意的，慢慢乃至它是无意的，那我们的依他起是不是就越来越清楚？那个分别的能力就越来越细密越强。哦，所以依他起是什么？分别的心事。哦，它是分别的心事，而片寂所执是什么？虚妄的境界外相而已。这样能不能分？那圆成时是不是要等到片寂所执一直降到变成真的无意的时候，那个片寂所那个什么圆成实相自然显前，这样懂吗？好，好，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